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明朝败家子》，作者上山大老虎，演播紫金。《明朝败家子》第409章，今儿你有难了。朱厚照看着方继帆，觉得方继帆又想拿自己当枪使，他老大不乐意地说：兄弟情深，你不说本宫也知道咋做，可你这样一说本宫心里啊便难受了。哎，不难受不难受。方继帆用温和的口吻说：哎，可不说臣心中才难受啊，活着挺好的，臣还想继续苟且偷生下去，要是没了臣，殿下也会寂寞的，不是吗？京师已在眼前，太子的车驾一出现，便已有人飞报入宫了。紧接着宫里一行禁卫飞马而来，迎了太子。方继帆想默默溜回家去，可同行禁卫宦官说：辛建伯，您等一下，陛下有交代，太子殿下与辛建伯一同入宫觐见。谢谦等人面无表情，似是和朱厚照和方继帆分道扬镳。某种程度而言，看着朱厚照和方继帆一副哭丧着脸的样子，谢谦的心中挺愉快，心底深处居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爽感。他恭恭敬敬朝朱厚照行了个礼，说：殿下，老臣告退。这一趟出门看的都是苦力活呀，再说这么长途跋涉的是真的累了，谢谦需歇一歇。朱厚照和方继帆乖乖地至此进城，由午门进入，带到暖阁。这暖阁里，弘治皇帝只一人坐在御案之后，不发一言，低头看着案牍上的奏书。朱厚照咯噔了一下，便跪下了，说：儿臣万死之罪。这一次很干脆，没有一丁点拖泥带水。朱厚照磕头说：儿臣实不该胡跑，让父皇和母后担心，儿臣以后再不敢了。父皇，这些日子令您受惊不小，儿臣万死难恕，恳请父皇责罚儿臣，儿臣甘愿领受。弘治皇帝抬头定定地看着朱厚照，一旁的方继帆也连忙说：臣也万死，臣千不该万不该。弘治皇帝本是抱着狠狠收拾的心态，可朱厚照突然来这么一出，令他有些诧异。他盯着朱厚照半晌，那之前积压下去的火气竟也在缓缓消散了。终于他摆了摆手，叹了口气，这个令他忧心多天的儿子黑了也瘦了，眼前如此，他怎么还下得了狠心呢？于是他淡淡地说：要惩罚那也等明日吧，明日朝会礼仪倒是自有人弹劾和隶属你们的罪状，你们回来也是辛苦，今儿先去歇了吧。先是将人召来，可转眼之间却又将人赶走，可见在这过程之中，弘治皇帝的心思有许多次的反复的。朱厚照和方继帆如蒙大赦一般，忙是磕头：谢父皇，臣告退。这是不走还待何时啊？朱厚照和方继帆匆匆从暖阁出来，两人不约而同地舒出一口气，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待二人到了午门，朱厚照说：那朱小荣东宫那儿实在不便，哎，老方啊，他就先养在你那儿吧，你好好待他。方继帆的脸顿时不好看了，他不太乐意，这就是个酱油瓶啊。朱厚照瞪了方继帆一眼，随即说：你不肯，本宫就去和父皇说。方继帆再不迟疑，肯肯肯，怎么不肯呢？自家兄弟别说家里多一副筷子了，就是叫臣将心窝子掏出来，臣若皱眉就不是东西。朱厚照这才高兴起来，两人在午门分道扬镳，刘瑾跟着朱厚照，而胡开山则跟着方继帆。方继帆心虚了一阵，方才回到方家。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少爷回来了。邓建一直倚门而盼，前几日就得知皇帝下旨召少爷回来，掐指一算，大事时间就在这两日，因而他每天都在门前等着。此时他一见少爷骑马回来，便乐得手舞足蹈。少爷少爷，您可回来了。是啊。方继凡落马疲惫地说。准备好酒菜，饿了。给后头方继凡想了想说。给他啊，给那个，就那个大个子，准备一盆饭，里头多加一些肉，酒就别让他喝了啊，喝酒乱性。邓健脸上美滋滋的，可是目光落到这后头胡开山身上的时候，笑容逐渐消失了，郁闷地说，少爷，他是谁啊？跟班。方继凡回头看了胡开山一眼，胡开山一直步行跟在方继凡身后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，因进了京，他数十斤的师傅是用不上了，太招摇太显眼，会吓坏小朋友的，因而是空着手。方继凡打算给他打制一根铁棍，数十斤那种，比他的人高，实心的，除了不会伸缩之外，几乎就是金箍棒的性质。带棍棒出门，低调，深藏功与名啊。邓坚一听跟班二字，脸上掠过一丝幽怨之色，一双小眼睛瞬间多了一点水汽。可方继凡并不太照顾他的情绪，随意的回头一挥手说，小胡。是呢，恩公。方继凡看了这张憨厚的脸，突然又想起朱厚照时常在背后嘀咕的话，这么高大的人，他娘是咋。深吸一口气，摒除杂念说，吃饭去，以后别叫恩公，叫少爷，以后我养你。原本以为这句话是该对妹子说的，谁料第一次开口竟对一头狗熊说的。胡开山却执着凛然地说，恩公。他感激方继凡想方设法赦免了他，虽然对这赦免起初还是半信半疑的，可等他当真发现自己真恢复清白之身，心中便感激了。恩公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，能为他效劳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回到家里，舒舒服服地歇了一晚。次日清早，方继凡穿了朝服，便乖乖来到午门。今日乃是旬日的朝会，人很多，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来了，除此之外还有翰林、御史人等，气氛有点不对呀。而这气氛显然不是针对方继凡来的，大家对于这新建伯完全无视了。方继凡明显看到不少大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午门那儿的谢谦。方继凡心中大抵清楚了，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，御史和翰林清流们是肯定不满的，太子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？可若是发生一丁点意外，谁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呢？所以太子是个混账。至于方继凡，已经属于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彻底被他们放弃治疗的对象了。因而呢，方继凡虽也是个混账，可是他们已经对方继凡不抱太多期望，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失望了。可谢公不一样啊，谢谦乃内阁大学士，乃当代名臣，可谢公你竟上书称赞太子和新建伯，这又是几个意思呀？什么人最可恨呢？叛徒。太子和新建伯胡闹，你谢谦竟盛赞，即便是太子和新建伯救了灾，那又如何呢？昨天夜里有不少的年轻官员躲在房里密谋了，众人义愤填膺，一个个怒不可遏，骂了谢谦一晚上。谢谦则是面不改色，老神在在，没事人一般，正与刘健和李东阳谈笑风生，似乎没有因为这个气氛而坏了心情。方继凡想了想，便站在角落里。不得不说，谢公很了不起啊，
你实话实说，为自己和太子脱罪是条汉子。可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离得远一点的好啊。谁晓得这角落里有两个平时大臣压根不屑一顾的人正好站在这儿。世侄你好啊。还是那熟悉的声音，方继帆回眸便看到张鹤龄笑容可掬的脸。见过两位师叔。不要客气。张鹤龄笑吟吟地说，世侄啊，你晓不晓得咱们兄弟两人已经第九次打破农家乐挖红薯的记录了呀。智障，方继帆心中默默地说着。不过看着两位确实也黑了也瘦了，想来为了挖红薯他们没少在农家乐挥汗如雨，这属于资深玩家呀。方继帆便笑着说，两位师叔啊，真是了不起啊，很了不起。一旁张延龄眉飞色舞起来，甚至知道这红薯怎么跑的吗？兄弟二人对视一眼，忍不住笑了，得意非凡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啊。这辈子兄弟两人没做成过啥事，终于扬眉吐气了。通过农家乐的挖红薯一骑绝尘，不断刷新记录，真是风光无限啊。张鹤龄笑吟吟捋须，知道怎么样挖红薯才快不？方继帆依旧摇头。张鹤龄手搭在方继帆肩上说，贤侄啊，下次我们教你，别客气，都是自己人，有闲来家里喝一碗红薯粥啊。哦，张延龄眯着眼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说，方贤侄，我们兄弟啊是历来讲道理的，你也知道你占了我们的西山，到头来我们不还是决定原谅你吗？不过今日别怪师叔没提醒你，你看看左边那人，知道那人是谁不？告诉你呀，今日你有难了，人家早就预备好了奏书要弹劾你们，你们去灵丘的事闹得太大，满朝哗然，大家都准备非要给你们一点颜色不可。哦，方继帆很老实的样子，小侄不操心，就等人弹劾呢。说着方继帆露出招牌式的笑容，怕弹劾那还叫方继帆吗？不如叫小猪佩奇好了。看着方继帆的笑容，张鹤龄和张延龄心中一凛，姓方的很嚣张啊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明朝败家子》，作者上山打老虎，演播紫金。更多有声读物，请在微信 LANCE 9113。